个村庄呢叫做琼林，它目前也是我们金门国家公园七大传统聚落之一。这个村庄呢跟我们金门其他村庄一样，都是很典型的这种单姓血缘聚落。所谓的血缘聚落，就是说金门的祖先都是从大陆漳州前州那时候迁徙的过程，整批宗族他们就选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变成这个村庄同时有这种宗亲的亲属关系存在。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种闽南式的有这个燕尾的，有马背的。那以前相传是做官的人家才可以做这个燕尾，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村庄燕尾的房子还非常的多。那这个村庄你走进他们的巷道，会感觉到很多都是闽南文化这种建筑保留下来的，所以你要体验道地的什么叫做传统闽南式建筑，这个村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而且这几乎都是有人住的，所以它是一种活的博物馆的这种概念村庄。